不好意思，吵到别人家，太吵了。好了，孩子不要跑来跑去，很危险。对，那好漂亮，那是啥？夜市呢？那是夜市。哦，我这背包好重，我把背包放下来。这一甩一甩，然后摔倒。没呀、啊，你是说的粤语啊？对、嗯、啊。嗯，听懂。流入到底下，快穿上这里面冷气。